用心眼光看世界，世界就心眼光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吴景和牧师，真欢喜咱搁伫电视机头前相甲来见面。我想每一天的早起拢是欢喜的早起，每一天的早起拢是工作的早起，每一天的早起拢是用功读册的早起。所以愿上帝来祝福咱，伫每一天的早起，咱拢照着咱的需要，咱不断来欢喜。下面咱要用诗歌来娱乐荣耀咱的上帝，咱做伙打开咱的心门，打开咱的歌声来娱乐咱的主，咱做伙来吟诗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又到咱今日做伙来分享圣经的时间，真欢喜咱要做伙来分享圣经。伫阿未分享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的荣耀、你的稳定，伫今日早起时，甲阮众人已经撒到伫地，互阮通对你遐来领受无比的阻碍，也互阮知影伫今日早起时，阮拢牵条伫你的手。阮所做的每一项事，拢有你来祝福，伫阮电视机头前的每一个观众朋友身上。我来感谢基督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求，阿门。伫今日早起时，咱要做伙用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七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。下面我用台语来读，咱做伙翻开咱的圣经，咱做伙来领受。兄弟啊，我阁讲是去出地啦，所以对答以后。有某的就亲像无某，体口的就亲像无体口，
欢喜的就亲像无欢喜，买亲像无所得到，用世间的物都亲像无人三用，因为这个世间的款得过去啊。过去还是姊妹，伫今仔圣经在内面真清楚甲咱讲，其实人买甲无爱，拢无法度予咱家己来决定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上帝讲，这个日那是到，上帝讲。这个日那是到，咱所经历的、咱所想的、咱所思考的，完全的拢要消失去。今日报纸我着看到，一只猪伫迄个废墟内底，啊，听讲这只猪啊，伊得到即个中国大陆四川地震了吼，讲这只猪啊比人较聪明啦，吼，透过即个伊低调内底一点点啊水，讲哇三十六天啦吼。讲吼，全变作即个中国大陆个吉祥物啦吼。啊，即猪咧，即款饲伫底咧，是动物园内面啦吼。所以真侪时阵无拍算，伫即天摇地动了后，所留落来毋是人活的，所留落来人是迄个上帝特别要留伊喘气个一个精神，也是一个人。真侪人伫即地动中间，即马阁做侪传说啦吼，讲四川川震了，即马阁做侪所在拢还袂处理好诶，非常啊，互人感觉真着急。同时，因嘛会当伫迄着急诶中间，因阁咧庆祝啥物？因咧庆祝迄只猪啊，已经伫地动诶内面活三十六天，已经是上界有吉兆诶吉祥物。最后，即只猪诶，即马饲伫动物园内底，结果即只动物园了啦，愈来只猪就愈来愈大颗啦吼。所以吼，即马动物园咧，甲训练猪去做运动吼，所以颠倒煞变做安怎？另外一种奇怪的一个代志啦。啊，猪敢毋是本来都爱饲肉肥啊？啊，佮爱甲猪减肥，毋足奇怪。好，咱今日直接要讲，其实时间短短啦，人注重的是甚物？咱常常咧讲哦，即猪也是人所注重的。啊，你人的眼见是甚物？毋是敢若即只猪的生活尔，是甚物？有足侪人的生活。有很多人的需要你敢看得到啊，真正时阵我拢在讲哦，咱的新闻、咱的电视台啊，实在是唔通看。啊，哪讲唔通看？其实咱电视台哦，真侪报道吼，拢报道足奇怪啊，假啦，讲有假啦，吼生假卵的，啊假卵安怎吼生迄两个假，好我着进去甲采访的。我想无讲，有啥一只假啊，有特地咱社会新闻去采访。啊，有一挂犯罪的现场，真侪记者去访问这个犯罪的人，问到安尼足现实的安尼吼。有当时啊吼，看电视看久了，感觉讲这个社会足黑暗的，这个社会无希望啊，这个社会无救啊，因为这个社会拢总是无快乐的代志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其实啊，唔是安尼吼，咱来鼓励咱的电视台、咱的记者、咱去采访、咱去访问的这些拢是啥好人好事，咱拢爱来访问啥物，互人看了会欢喜。来翕下台湾的风景，让咱来认同这个本土，让咱知影咱台湾实在是有够水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其实过程中间哦，人的眼光、人的价值观、人在看上帝的心意，有当时啊，你感觉讲，你实在是啥物人在看上帝的心意？是你在做上帝的心意，还是上帝的心意是要真做上帝的心意？有当时啊，是用人、用媒体、用这个炒作新闻的炒作，啊，把这个规个，敢那台湾的环境，敢那是安怎？吼、哦，什么选举，这个人偌厉害，啊，偌有迄、那个，偌有强势，这个人啊，做总统偌尼啊好，总是各位亲爱的姊妹，事实上，迄拢是媒体炒作。真侪时阵，一个人更加厉害，你嘛是伫你会喘气的时阵才厉害。但是人的性命，哪长哪短，所以圣经讲，咱是安怎？性命是日缩短啦。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讲，咱人要活着的时阵，这个时间长短啊，你无得拍算啊！你无得拍算的是，你要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话，你就安怎将专心啊，专心去追求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因为咱的时间足短，但你够有时间在浪费，你浪费伫你早起时在赖床的时间。哎呀，你讲我无事啊，我到早起时，我到早。即昨做生意做足晏个，我昨读册读足晏个，我昨上班上足晏个，所以我爬袂起来。各位开始爬起来了，你就知影讲，逐天即个习惯就是养成了啊，你就知影讲，你的时间实在是会当家己来配合，家己来控制。用你在生的年纪，用你还佫会当喘气的时，
用你会当去做虾米事，卖互你会亲像圣经内面所讲个安尼讲啦，有某个要亲像无某，为什么有某亲像无某？因为恁无迄个建立迄个关系啊嘛。啊，迄个哭个要亲像迄个无哭，迄个笑个要亲像无笑个，迄个快乐个要亲像无快乐个。意思是讲，所有个代志拢是叫做虾米？似是而非啦。对啊，唔对，唔对啊，对。到底是对啊，唔对，还是唔对啊，对？真侪时阵，咱来发现讲。这个社会黑白颠倒，所以追求上帝是咪反倒正是咱这个时代，在咱这个世代里面非常重要一项代志。所以圣经特别来讲，这个世间的米啊，咱来看上半一节吼，上半一节安尼讲讲安怎？因为这个世间的款在过去啊，过去来还是怎样？世间的款在刷动，在过去。所以真侪时阵，你会感觉讲，哎呀，即摆教会啊，即摆教会甲以前无同款啊，敢毋是？都市的教会无嘛无青少年啊，敢毋是？真侪我看中会内底真侪教会青少年团体无超过五个，啊嘛叫做一个团体，啊甲庄卡有啥物差别？庄卡青少年团体嘛是无到五个，为啥？咱的囡仔拢无了了呢？为啥咱的囡仔无了了？因为咱的囡仔无爱煮吗？无啦，毋是咱的囡仔无爱煮，是因为即摆少子化啦。你无想到讲，即摆囡仔愈生愈少啊？啊，第二个部分是安怎？即马诶囡仔上一波是本来比迄个当主日学搁较侪，啊，你变安怎？所以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看动，咱诶时代伫转变时，咱嘛是同款咧教会爱学习转变。啊，其实安尼讲也是真无好啦吼。为虾米？因为原本咱以前啊，教会是伫带即个世界伫做脉动啦。意思虾米？世界安怎行，就是教会带头安怎行。即马拄啊倒变。即马倒变的原因是，即马社会在安怎做，啊，咱的教会对在安怎做？你看咱即马即个办即个星光大道用啊足好诶，所以咱即马教会开始办啥物？办啊脱颖而出，办即个啥物彩虹家族的竞赛，吼、哦，无共教派办无共款诶，啊，咱中央教会即马讲要办即个星光大道，其实咱拢是互即个社会有得行。咱重新来思考，咱要安怎创造新的咱社会价值观？帮助咱青少年也好，帮助咱的教会也好，咱来祈求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咱讲咱来军队圣灵的浪潮，军队圣神的这个海浪海涌来吼，咱来安尼吼，咱来徛在这个浪板上面，咱来有法度直直为头前行。啊，若无咱永远就啊掉伫遮。所以何处美好的这个真好之真好的这个分享就是安尼。啊，咱真欢喜，啊，咱会当照着安尼来往前行啊。马鞍峰教会啊，因所出的这个直奔标杆嘛是同款，爱咱徛伫个圣灵的浪头顶面，咱看这个世代圣神的心意是啥物？咱看这个世代上帝对咱教会的心意是啥物？咱看这个世代上帝对你个人的心意是啥物？你敢无去领受，还是你要逐工单处啊？电视安怎做？安怎甲你影响这个世界？安怎甲你影响？安怎甲你安怎甲带伊行？甲你讲倒一个政党较好，甲你讲倒一个人较好，倒一支保险较好，倒一支迄、那个这个咱叫股票较好，啊，你就调呢对这个媒体直直报道去。各位啊，这是一个混乱的世代，咱独独会当做的只有干呐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。唔通互这个世俗所污染，咱反倒当爱真做一个世俗的引出，咱来改变一个世代，咱做阿头来祈祷。主，我恳求你来帮助我，真做一个影响世代的少年人，互我真做一个影响世代的基督徒，互我真做一个影响世代的人，活伫这个世界内面。我知影，我无够野气力。我知影，我无尽心去做一个影响的工作。主啊，我无尽心来追求你的心意。我你亲自来帮助我，来追求伫你的心意的内面，让我知影主啊，我所行所做，我是合乎伫这个你的真理的内面。我哩感谢基督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。阿门。降临，主的怜悯已降临，已降临在我心。
各位亲爱的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又到咱三体祈祷的时间。今日咱特别要三甲来为着咱家己中间咱的家庭，也是咱的朋友内面有迄、那个家己孤单一个人，还未结婚，在敲找另外一半，但是无好的对象，也是讲伊伫伊的人生中间，可能早年伊就失去伊的翁婿，也是伊的太太特别伫这个敲求第二春同款。在这时阵，咱要求上帝来给咱陪伴，咱伫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若是有咱有需要伫这个情感顶面伫婚姻顶面，咱特别恳求上帝为咱诶每一个特别伫这顶面有需要遐个姊妹来祈祷，咱作为阿头来祈祷。就变成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特别将我的青少年囡仔因的婚姻扛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互因自细汉开始，因就来领受主，只有将因的心思意念建立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互因的婚姻也建立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也互因的情感建立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互因知影，互因了解，互因清楚。主，你要成做因生命的陪伴，也互因会当随时来看到家己伫这情感顶面伫欠缺的时，主啊，你要成做因的帮衬，互因通伫敲找另外一半的过程内面，主啊，是合你的心意来指示来引导。主，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主你特别来引导因，通伫因的情感的内面，主，你要互因找到合伫因的合宜的一半。有这个一半要成做因的婚姻，要成做因的未来，要成做因爱情的梦想。主，予因通伫遐开花结籽。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来宣告，你亲自来祝福阮所有每一个人伫婚姻内面受到挫折的兄弟姊妹。主，透过这个婚姻的挫折的过程中间，予因更加了解。是有最多因需要去承担的，总是主，你无依赖因去承担这个艰苦，总是主，你要予因一个新的开始，予因伫人生的中间来找到好的方向。主，非常的上帝，我特别来恳求你既然我伫情感顶面，我所欠缺我所无够义，主，你予我有够义的智慧，予我无超越这个信用的准则，予我无伫这性的顶面恶吧，过阮所要滴的，主，阮等到会来享受伫你所享受，互阮伫爱情内面的甜蜜，也透过安尼来享受阮伫人的中间，阮伫情感伫爱情顶面的套房，愿你真亲自正做阮的帮衬，互阮看到主，你是阮爱情的主，你是引出阮头前道路的主，阮相信你有引出阮安尼来行。我们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祈求，阿门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每天赞美操，让我们健康不走路。今天我们同样要带大家做伙来运动，做伙让我们今天充满着健康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复习的是《无惊歹人的计谋》这首诗歌，我们做伙来运动。的计谋，无惊做人的道路，无做无办的人的位，只好人有福气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明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像秋在的快笔叫是个个字，伊的后也未打起，未打起
做你真幸福，阿门。伊所做你真幸福，阿门。伊所做你真幸福。歹人的计谋，无行做人的道路，无做无办的人的位，只好人有福气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明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像秋在的溪边，鸟是个个子，伊的叶也袂打起，伊所做已经天通。伊所做已经幸福，阿门。伊所做已经幸福，阿门。伊所做已经幸福。信靠耶稣生命的，难道？